你给妈少惹点事儿，这钱不多省了。快点，慢点。哎，来买票呢，买票。同志，到县城多少钱？10块钱。嗯，到那个我是到教育局，可以到县城的前一站下关，那多少钱？8块钱吧，上不上？那去，就是那个下关的前一站多少钱？ 你这人怎么这么啰嗦啊？半路停车已经不错了，还问这么多，到底上不上？我就想问一下嘛，到下关的前一站到底多少钱？有钱坐车就上，没钱坐车就不走。什么人呢？师傅，开车。哎呦，你这孩子干什么呀你？你不给我惹事儿，心里难受是不是？ 你快点！你不能让我们白问呀！那个师傅，捎我们娘俩一段吧。这儿有白货，你坐呀。坐。那个，你看孩子还小，要不让孩子坐在那坐上，你把孩子眼睛给迷了。要不你也上来？我不了，别挤着你们。行，上来吧。快，谢谢叔叔，谢谢叔叔。没事，上来。快点。 你坐那个车后边吧。哦，好，孩子不懂事儿，你多担待点啊。妈，我到后面去吧。少废话了，我要坐你的车，不怕迷眼睛啦？ 是我，我是你刘伯伯。妈妈在家吗？东哥？不在家。妈妈给我留了纸条，她和哥哥去县里了。去县城？去县城天不黑了吗？你知道，妈妈去县城干什么去了吗？嗯，去讨个说法。嗯，哥哥，听说哥哥是书，学校要处分他。 这不现在省了好十几块了吗？是不是挺吓人的？嗯，那咱们找个有水的地儿，要不让教育局的领导看见还不吓坏了？快点走！哎，老板。 来一碗肉丝面，来一个烧饼，再来一个鸡蛋。妈，怎么都只要一个呀？哦，妈不饿，你吃吧。 妈不累，这住一宿啊，要20块钱，太贵了。
咱们找一个被封的地方忍一宿，你行不行？要不咱在教育局门口待一宿得了。行啊，聪明你，走。幸亏今晚不冷。那时的我根本不懂愧疚，我只知道给妈妈闯了不小的祸，心里有一丝不安。读书不易，以后啊不兴四书了。喂，教育局吗？哎，何秘书，你不认识我了？冯老师，这是咱们县教育局何局长。我都当何局长了。那祝贺你啊！那个，你看我这么多年不当老师，啥事儿都不知道，你可别见怪啊。何局长，那个曲局长他……哦，曲局长早就升任副市长了。他让我到基层来锻炼锻炼，就把我派到这儿来了。你是冯桃花啊？对对对，冯桃花。那个前些年你到我们那去视察，还见过我讲课呢。我的代课老师的转正指标还是您帮着跑的，后来被别人顶替了，您忘了？你还是为代课的事来找我？不是啊，哎呀，是为了我儿子林海的事儿。就这些，你说的情况没有走样？我保证没有走样，我不护犊子，孩子有错是打是罚，我都认。可是不是这个罚法啊！孩子学习成绩数一数二的，因为私塾打架，给他别的处分我也认，可是不能让他留级的呀。好了好了好了，这孩子错了，学校要批评要处分，那都是有道理的。如果是批评处分过了，我们可以协商。明天啊，我叫人去调查调查。我不能只听一面之词。那孩子过来，你这孩子长得挺英俊的吧？一看挺机灵，怎么干私塾这种蠢事呢？咱们这是个穷县，就更别说你们靠山镇了。爹妈供养你们上学多不容易，你就不想念书了？啊？我都背下来了。闲的没事想叠飞机，手头没纸就把书给撕了。你把一本书都背下来了？我没听错吧？哎呀，这孩子胆子大，什么都说都干，你可别听他的。我都背下来了。把课本给我。那个撕了两本书，我又给贴上缝上了。不缺页了？缺，语文缺41、42页，算术缺23、24页，就缺这四篇。弄得这么平整，做母亲的用心良苦啊。
孩子，你可不能辜负了你母亲的一片苦心啊！啊，你说，你都能背下来了，是真的？嗯。好，你背背这一课。山中访友，走出门就与微风撞了个满怀，风中含着露水和栀子花的气息，早晨好清爽。不坐车，不邀游伴，也不带什么礼物，就带着满怀的好心情，踏一条幽径，独自去访问我的朋友。我第一个访问的朋友是老乔。啊，老乔，你在这镇建水上站了几百年了吧？滚滚河水流向远方，你把多少人马渡过对岸？俯身凝望着那水中的鱼影月影，都波光明灭，泡沫聚散，唯有你依然如旧。走进这片树林，鸟儿呼唤我的名字，露珠与我交换眼神，每一棵树都是我的知己，它们迎面送来无边的清脆，每一棵树都在望着我。我靠在一棵树上，静静的，仿佛自己也是一棵树。我脚下长出根须，深深的扎进泥土和岩层，头发长成树冠，胳膊变成树枝，须臾变成树的枝叶，在年轮里旋转流淌。这山中的一切，那小孩，小孩，小孩，哎，小心，小心。啊，我要编好县上那个综合办以后啊，离镇上就远了。你要有事儿，就马上给我打电话。啊，我也会常回镇上看看。哦，这是地址和电话号码。嗯。接着桃花，有事儿再马上告诉我，不要自个儿扛着。瞧你，比头年又瘦了。乡下人。没那么娇气。哎，小孩，小孩，听你妈话，不许惹你妈生气，俺听见没有？哦，知道了。嗯，乖。哎，妈，哎，你怎么了？妈，来，怎么了？来，到那坐会儿，快，快，来，慢点，慢点。妈，妈，你这怎么了？怎么回事啊？刚才好好的，突然就。哎呀，忽悠了一下。你这是低血糖啊！早上吃饭没有？哎呀，啊，你妈吃饭没有？我吃了，我妈说她吃不下，就没吃。这怎么行啊？来，小海，赶快去买两个面包和矿泉水啊！快快。尽是汗，你坐那别动啊。现在怎么样？一会儿就好。坐那别动，哎，来。饭呢？没有，没事的，一会儿就过去了。你别担心，你上班去吧啊。来，拿着。哎，不用不用不用，我有这样。哎呀，我这不用拿着，不用不用。桃花，我来的时候带了不少钱呢，真的真的。不要这桃花，你让我给你作揖呢，还是给你下跪啊？这钱啊，我收下，算是我借的。你呀，我算服了你了。小海，做人要向你妈妈学。东哥，来试试这件衣服。哟。这一眨巴眼功夫啊，我们东哥都长大了，连哥哥的旧衣服都能穿了。能穿爸爸的衣服就算长大。等到那时候啊，妈妈就老了。
妈不老，妈妈漂亮。妈妈都有白头发了。是吗？把妈妈给拔了。不拔。妈妈有白头发好看。傻孩子。哪里有白头发好看的呀？明海，写完了没有啊？哦，快了。我明天还上学去吗？去，干嘛不去？我进哪个班啊？明天妈带你去，去找一下白校长。林海，争口气吧，给我好好念书。今天的铃儿啊，落早了。白校长，有结果了？昨天见过何局长了。是吗？他答应今天上午派人来学校，为你们跑一趟。林海，快把检查交给白校长。别叫校长了，都惊动县教育局的领导了。我没能耐管你这孩子了，还是等局里来人处理我吧。白校长，您别这样。那天我是急了点，那还不是怕耽误孩子的功课吗？是我耽误的。我撕林海的书，我让他打架。是谁喊着让林海拿上书包离开学校回家的？白校长，都是林海的错，都是林海的错还不行吗？让他先进课堂吧。进哪个屋？依着你回五年级，要依着我让他留级。再说这都上课了，要进也得等下课吧。学校不是给一两个孩子开的，是谁喊的让林海拿着书包回家的？白校长，您别计较我的态度行不行？我还不是怕林海蹲班，我急晕了头了。我跟你没话说。不是局里要来人吗？我跟局里的人啊面谈。妈，我们走。不求了。行了。哪也别去！你要敢走的话，我就不认你这个儿子。你听到没有啊？你给我回来！给我回来！干什么你？林海，你要是敢走的话，你就不是我儿子。Thank you.
带着孩子去哭一场，局里就来人了。那还要学校干啥？要我这个校长干啥？我告诉你，这旗杆挑着日头，县里再不来人，我就认定你是无理取闹。到时候，你愿把孩子转到哪个学校，就转到哪个学校，我不留了。白校长，你这不是往死里整人吗？这是教育，我是在维护学校的教学秩序。大爷，问一下，镇小学怎么走啊？哎！做脏啊你！校长，我错了，我要读书，把我放在哪个年级都行。读啊，谁不让你读了？啊，是你自己把书撕了，是吧？是你妈喊着让你回家的。我不让你读了吗？我跟你说啊，现在是新社会，啊，我巴不得你能成块材料。赶紧为这四化服务呢，是吧？白校长，心眼里喊上课去吧。这是校长室，不是教室，别插嘴，出去。小海，出去等着。就为了这么点破事儿，你还值得上县里找局长告啊？你也太那个了吧！啊，想回五年级上课是吧？林海辉五年级上课，可以。不过你，是吧？其实啊，我并不想为难你。这里面的原因呢？你应该明白。你家林海把白建华给打了，白秘书找过我了，我不处理，行吗？他在镇上可是说了算的。再说了。他还是我三叔呢，你别怨我，我是在落实白秘书想让林海回五年级上课，可以，不过你得答应两个条件。第一，林海要在全校做一个深刻的检查，你也应该做个检讨。二，如果县教育局的领导来了，你得给我解释一下。同学们好，
海的妈妈，我叫冯桃花。有些同学可能认识我，我在学校带过课。今天啊，我为我前两天对校长的态度道歉，也向同学们道歉。一个当妈的不应该因为一时生气就带着自己的儿子离开学校，这是不对的。你们可千万别让自己的爹妈着这么大的急啊！别学林海把书给撕了还打架，咱都是穷人家的孩子，该给爹妈争口气。我建议啊，老师让林海打扫一个月的卫生，再罚他把撕掉的课本啊都背诵下来。咱都是穷人家的孩子，该给爹妈争口气。哎，嘿嘿，行了，我说两句啊。现在我宣布给予林海同学警告处分，即日回班上课，不得再犯。这教我的事儿，谢谢啊。我这嘴不好。志鹏，哎，听说你姐在这小学的广播里做检查了，要大戏孩子还不跟当年逗爹一样啊？啊，没事找鱼踢是不是？滚！自说，哎，你看准了，我是猪啊，落落落的。吃啥饭呢？气都给我气饱了。哎，又咋的了？又受谁的气了？还不是我姐呗。你姐她又咋的了？在学校做检查呢呗。这倒好啊，跟你老白家斗，能斗出啥好来啊？咱们是亲戚，咱们就好好处呗。那有啥亏吃啊？在学校乖乖给你做检查，丢老人了。你说，他把那个检讨啊？都变成演讲了，做报告还有脸说你？等着啥话都拿大喇叭广播出去了，那小孩牙子回家再一白话，那全镇还有谁不知道啊？这白信任你了。林海，给妈妈背篇课文吧。妈，我给你背了。好，东哥给妈背。妈，我背不下来，我给你读吧。嗯，好，东哥给妈读。回信后说，我吃伤。臭小离家老大回，大点声，大点声念啊！嗯，闻香老叔贺知章，臭小离家老大回，乡音无感鬓毛衰，儿童相见不相识，快乐笑问客从何处来。赠汪伦，李白乘舟将欲行。忽闻岸上踏歌声，桃花潭水深千尺，不及汪伦送我情。行了，哎，下午还好好，咋就不行了呢？哎呀，你慢慢说。哎呀，咱爸疼的厉害，疼的直打滚，脸上相当难看了。老胃病又犯了，咱们赶紧去看看，在家待着啊。哎呀，姐，快点。哎呀，你慌什么呀你？
怎么样了？老爷没事了，急性胃炎。等他病情稳定了，还得要到县里去治。哦，那个里面买了油条，赶紧吃了吧。我都吃了。上学去吧啊。路上小心点啊。那冯桃花啊，整天像看守似的看着人家老娘们，她自己怀上了谁知道了？真的，那冯桃花也太缺德了。不会吧？那还有假呀，肯定是跟他姓刘的。我不信，你咋就知道是真的呢？那是真是假，一查不就知道了？那咋查呀？这怎么会？我教你。少整他没正经的啊！一会儿啊，咱们把他整到镇卫生院去，到那一查，啥都知道了。不行，拿瘸子在这儿不好下手啊。哎，真他妈寸啊，这瘸子来干啥呢？真不是时候，要不算了。哎哎，那不成，看我的。哎，桃花。嗯。哎，桃花，你的这个计划生育工作进行的怎么样了？要不咱们到村委会通通气儿。我那只是一个普查工作，就是定期啊把那个统计数字报上去就行了，没那么复杂。和你这个质保主任啊也联系不上，没啥说的。福兰，哎，嗨，行啊，你这质保主任啥时候学的？越说越和气了呢。福来，你是不是有啥事儿啊？有啥事儿啊？你就直说。是这么回事儿。你看呢，我是抓治安的嘛。咱们村的这个治安的事儿呢，都是我说了算。这个最近呢，不少人反映，说总有一个男人骑着摩托车呀，驮着你跑。这可是外来人嘛，啊，咱们还是去，说清楚点儿。那是小海他爸的战友，大家都知道刘连长嘛，谁不认识啊？认识和认识那可不一样，谁都认识那姓刘的，可是谁也不能说谁都能跟他怀孩子。哎，我说二愣子，你顺口胡来了啥呢？二愣子可没胡说，有人反映你和刘连长关系可不一般呢。胡说什么呢你？哎，你们三个大老爷们儿的干什么玩意儿？过来欺负人了，埋汰我姐是不是？你们埋汰我没什么关系，我可以把事情说清楚。但是啊，你们不能侮辱人家刘连长，有老婆有孩子的，传出去多难听啊！哎，我就看不惯你这当面是人背后是鬼这出呢。你看，还整天翻个小白领，说话像那啥似的。你跟姓刘的怀不怀上我不管，干啥总整天盯着我媳妇儿，要把我媳妇儿整流产了？你胡说什么呢？胡说！你该跟我们走一趟。我凭什么跟你走啊？啊，我没做亏心事，我干嘛跟你走啊？我是质保主任，啊，我有权利命令你跟我们走。你，信口雌黄、胡说八道的，你凭什么命令我呀？怎么着？怎么的？你们三过来欺负人是不是？啊？哎，你知道不？中国有个妨碍公务罪啊！二愣子，来人，把冯志鹏给我关在屋里去。出去，走，好。不管这事儿，走。哎，走呀你！哎呀。走，伤害罪了啊！告诉你，告你个伤害罪，伤害罪啊！走，走，别打。
等等会儿。我滚！是啊，快滚！放开我姐！快把我姐！放出去！放了，走！别动！开门！走！放开我！走！放手！走！放开我！走！放手！姐！走！放手啊！你等一下，你。来，等一下，快！流氓！等着！干什么？不行！你放手！放手！快！放手！电话给我，我打个电话。警察想溜走啊，没门儿！你们真的相信那些谣言啊？那行，松开手，我去做检查，我让事实啊堵住你们的嘴。好，一会儿做完检查就放你走。走，走，别听说你们没错。快快快，快跟我走！哎，别说，什么事把你心碎呀？有人绑架了，快快快走！在哪儿？在威震卫生院。走走走，快快快！松开，干什么呀？虽然你们侮辱我的人格，可我还是依着你们来做了检查。我告诉你们，我不是怕你们，我就想让你们看看我是清白的。我不想跟你们这些活人比魂。现在你该给我赔礼道歉了。为什么还不放我走啊？我们还没看到结果呢。别，听他说些没用的。走，站，松手干什么？坐这儿，坐，等着。什么呀？这啥意思啊？阴性。阴性，是丫头啊？什么丫头？没事儿。没事儿，没怀上。宋桃花啊，哎，你自己看啊，上面清清楚楚写着你已经怀孕了，啊，来带她到计生办去，让她自己到那儿去说说。有啥脸自己成天看着别人老婆？你胡说八道你！姓刘的，你别得寸进尺，你血口喷人。真没冤枉你哈！把她整到计生办去。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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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我是咱镇郊靠山街道的治保主任，我们在执行公务啊。他们都是混蛋。我们是派出所的，险些的报案，你们涉嫌绑架，把他们带走。这怎么了？你们咋的？走，干什么呀？走，干嘛抓你？别叫我。你们也咋的？走，干啥呢？这都不知道绑架是违法的，简直是法盲。一点文化没有。桃花，他们没把你怎么着吧？幸亏我路过，我看见了，我连气儿都没喘，我就上派出所报案去了。这不，我直接把所长给领来了。你们俩一起到所里做个笔录。啊，那就谢谢了。